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晚上好，我是爸爸超人，我是小珍。好，那现在呢是晚上的9:04啊，我已经下班回家了，终于可以好好的玩游戏了，也不行哈，小朋友还醒着，还没有睡觉。好的，那今天更新维修的这个开机时间啊，有延后，所以呢官方就有补偿了哈，就有补了120万，然后还有补100张这个胜利之印，还不错哦，因为对我们这种下班后才可以玩的朋友来讲话，其实是影响不大的哈，反而觉得多多益善哦，因为有多一点的东西可以拿。好，那今天登录的话呢，也有送2颗这个还原石，还有这个祝福的魔珠，这个就是可以让你的这个祭坛的祝福可以重置哦，也不错。然后还有一些，哇，你不要乱点，你不要给我乱点哦，我儿子刚刚给我乱点，好，一些道具可以拿。好，那回去之后呢，哦，这个祭坛的祝福就重置了嘛，我就重置了2次了，变2次了。我早上的时候是12，那现在是22。那我在那个维修前，我把一些我想要的模拟星给它放上去，好，所以说呢，我现在就有4次机会可以拼我自己想要的，好，比如说火一，好，火一的话呢，我把它抽完之后呢，我再重置，好，再重置，然后再用那个祝福的魔珠，我就可以把它抽4只出来，还不错吧？好，不过就是没有超越卷轴就是了哈，现在还没有超越卷轴。好，那各位朋友可能会觉得很奇怪，哎，为什么不是说好那个维修之后会有超越卷轴吗？哦，不是的哈，就是要等到那个27号凌晨1点之后，才会有活动可以拿这个超越卷轴，所以各位朋友可能还要再等一下，好，还要再等一下，好，要等再几个小时吧，现在是9:05，还要再等4个小时，嗯，还才可以透过那个活动拿到，你不要压我啊。好，那今天的话呢，哦，就是也有哦被压了，哦，被儿子压着，也有这个新的副本，这个精英扭曲沼泽的副本，好，那这个副本的话，我们可以先大概来看一下。大部分的玩家都用什么模拟来通关的？好，来看一下，哦，第一名的话是阿根，哦，阿根人气王，哦，几乎什么副本都看得到他。那再来是修修、朱诺、露露、赛克麦特、赫雷雷亚、泰莎利恩、费德海、阿娜贝尔跟艾雷诺亚，好，哦，他就是光吉利女王。好了，好，各位朋友有时间的话可以打看看啊。那我现在还没有要打。哎呦，哦，他这个比较特别的，我觉得他装备应该是好，比较特别是他有这个吸血的符文，还有这个绝望的符文。那这两个符文的话呢，你制作是无法制作的哦，这个你必须要打这个副本才能拿得到。好，哦，这个我所言不假哦，来给朋友看一下。来，我哎呀点错了，点符文，你不要压我，你真的不要压我。我一定要。好，你看哦。不然我这边死掉。不对，制作符文有没有看到？制作符文的部分的话呢，并没有这个吸血跟绝望。好，哦，所以如果你想要吸血跟绝望符文的话，你必须要多打这个副本哈，哦，这个副本有些时候真的不是让你拼装备的，啊，拼装备的话，哎，请打封印。那如果你要拼符文的话，好，拼特殊符文的话，就打这个副本。好了，应该为今天的更新内容就这些吧。我先把我小朋友搞定好了哈，把他搞定之后呢，我再来好好的玩，好，不然的话怎么玩怎么被干扰。各位朋友，祝福你们玩得开心的，拜拜。